I'm now at the chicken farm in Wenzhou to see how the business here is being affected by the pneumonia. This is Mr. Wang. He is the owner of the farm here. This is used for what?这边一个棚里边有多少只鸡啊？这个棚有5000多。5000多？嗯。就现在这个鸡卖不出去是吧？对，就现在卖不出去，只能我们送，就是现在就是什么餐饮啊，菜场啊都关闭，没地方卖，只能送给大家顾客冻起来。我们就按本钱给他，我们还贴驾驶员，还拉那些这么多车出去，费用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嗯。 Animal farmers, however, aren't the only ones being affected. Vegetables have also been rotting in the field. 大叔，您是拿了什么过来？花菜，全是花菜是吗？ 有多少呀？大概？这里100多斤。以前一天也是100来斤吗？以前不知道。以前不知道，以前是大概有多少呢？以前有的时候，旺季的时候，1000多斤。1000多斤一天吗？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个量变少的情况呢？现在人手不够。地里边人手不够是吧？嗯，摘不过来。 摘不过来，是现在是每天都送这些菜过来，他们统一拿去卖是吧？以前您是怎么卖呢？以前批发。来了，现在因为我们分路分道，然后布局地，都要在这家里，这个出现大面积的藤条的那些，蔬菜都在滞销，都在烂。我们镇区农村农业局、镇政府啊，把我们对接起来，然后我们。 把最新鲜的蔬菜拉到温州，有些单位食堂、社区，让他们在家里有能吃到新鲜的农副产品。